这肉怎么样？这行，相当好了。羊腿肉哈，前腿活肉，好切吗？嗯，还行吧。今天整个复杂的哈。嗯，整个复杂的。嗯，复杂的。羊肉烧麦呀。羊肉烧麦就复杂了。这还不复杂？做一个看看。又使那个粘大米做糯米，糯米不好。先油不好剁。和下，打点水啊，来点水，花椒粉。咱不用搞什么太多调料，嗯，咱不搞姜，搞点姜汁，少来点生抽，来点盐，给这个油搞里吧，亚麻籽油。今天搞啥？亚麻籽油，哎呀，这油这样的，嗯，绿的味儿的，对。挺那啥，挺稀乎哈。嗯，哎，大葱。这就准备开包了哈。好嘞。看看我妈和的小面儿。嗯。跟饺皮儿一样是吧？嗯，冷水和的。咱俩擀它吗？你擀，俩擀干啥呀？你搁那儿擀，我搁这儿擀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能包多快呀？这玩意包的慢。你包我咋的？我看人家包上的。那玩意不好削吗？啥玩意你都得学。到你包的时候了吧？包这个玩意我可不包，团了剂子我会，这剂子装里团了6元6元，我看。行，少整，再等会再去。嗯。吃多了。哎，这剂子。包的快慢呢。那也搁碗，搁玻璃碗干。嗯，装点粉面吧。哎妈，我也不那么勤劳，你多点就行了。哎，不行，待会儿拿回去去。这个碗有花，这个碗不行，这碗不行。中间那个坑，往那个坑。轻点压，是吗？那你不是烂压的。这怎么样？好吧。你得有，你得碎。让你爸压，让你爸压，那么能干，我赶紧压那压。这不行吗？行。这挺好的呀，就是这么回事儿，就是这么玩意儿。面往出整整。整个花，嗯，这玩意儿就是这么玩的吗？嗯，是不是这样式儿？对，啊，包的好，馅儿得露出来是吧？不知道，这个是我包的，嗯，馅儿露出来点儿，露都行。这点馅子是真好吧？行，压的飞鞭子越大越好，越薄越好，你再给它那啥喽，啊，压粘一块，才找着窍门，我爸也找窍门，我也找窍门了，我就负责压了今天。行，那老闺女，啊，怕你揭不开，展示一下，展示。嗯，这份整挺好。嗯。今天那个工程，我爸是大大的工程，是吧？今天谁也别抢工。你不也有工？我没啥工。你也出去了今儿。我给你削到手都是活。
就给你找婆爷，那个不吃不愁那个吃烧麦了。合计我给他露一下吧。那他们想做个羊肉烧麦。你看这家伙真会吃。这玩意就跟包子差不多了，感觉。嗯。就是一个开口，一个不开口。没有我爸包的好。俺们包完了，两盖帘儿。绝大多数都是我爸包的，这玩意不用离多大缝，它也不是翻面。哎呀，这好像蒸不下啊！蒸不下。嗯呐。哎，高梯步子吗？嗯。妥了，我爸定时15分钟。我妈昨天就挂那儿了，让我掐去了，今天又挂那儿了。这玩意儿不老得挂，虾皮儿，自己对料呗，是吗？嗯。谁愿要不要？谁愿吃啥自己对。小米辣你能吃啊？我不吃，我就吃点辣椒油得了。放点辣椒油得了。对，韭菜花呢？自个乐高就高呗。韭菜花还吃烧麦吃啊？吃烧麦羊肉不正好吗？我得吃。哎呦我的妈！他吃就自个吃自个高。这胀了呢，好像。嗯。挺好啊。嗯。跟小包子差不多嘛，这不是？是不是？这就是小包子，哎，整出个秧来。你叫烧麦，不叫小包子。烧麦。哎呀！哎呀妈，直淌汤，这可真直淌汤。哎，我天哪，这怎么还？哦。哇！我包的还是不错的。对，都是你包的吧？这汤是最好喝的，我最爱喝这汤。蒜酱油，米醋，嗯，米醋啊，啊，米醋，陈醋，米醋，啊，陈醋啊，这你买啥醋了呢？你啊，这是那醋是我在网上买的，这是香醋，这行不行吧？你这样行，我这有碗，不要看的，啊，行，今天少来点。没有太硬的菜儿啊，今天不喝啤酒了，今天选白酒啊，一天选一样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喝那个喝汤，还喝汤。嗯。嗨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胖妞，今天放假第一天，安排个羊肉烧麦，得头水整哈，整的算是挺成功，就是不知道咸淡，开饭，大家吃好喝好哈。来。咸淡我都吃了，正好。嗯。哎呀，豆腐汤，香不香啊？爸，香，挺好吃。这是串烟豆腐啊，嗯，一股串烟豆腐味儿。我这里搞的啥？辣椒油、醋、醋，那什么，酱油。啊，串烟豆腐这超市的，哎呀，吃它喝它的，正对吧？挺香啊。嗯。这羊肉大葱还不香。这羊肉馅，羊肉馅是挺香，这比牛肉馅饺子香啊。嗯。我感觉这跟那个饺子没啥区别。你这东西玩意儿，就是包的形状不一样。嗯。不封口就叫烧麦，封口就叫蒸饺了。咱们就为了好吃。头水捏有点。这个再稍微松点就好了，别捏这么死。热不热？热，开窗户。不热。你不是吃那虾吗？爸，没拿出来啊。弄啥别拿了，忘了。
整不光。这有菜不用吃。这是连饭带菜。嗯。你们说饺子就饺子，这跟饺子差不多。没啥区别。这不叫饺子，这叫花样包子。看花样包。那。啊，就灌汤这里边。这就是人南方不包饺子，这玩意就当就像咱北方的饺子似的，人家这么包。不是，这是内蒙不是美食啊。内蒙是北方吗？嗯。除了东北，都管叫北叫南方。你不知道。明天咱待着没啥用，这放假了，你别出去玩去了，就是摆摊儿去卖衣服吧。去吧，对，你这两天不卖，你还有功夫能开车？咱这有点早，好像。早啊？这好事啊！你能看看吗？待会合计合计上哪？是上早市，是上晚？晚市有点太远。晚市也行，就那回我们赶集买吃喝的地方，那也行，那家卖吃的还多。回头晚上不做饭，咱俩买点吃的。能不能有地儿啊？是吧？嗯。买点熟食。能不能有地方啊？那咋整？照你家子。那个卖500块钱，我请你吃烤羊腿去。咱这块卖500块钱，都吃不去那羊腿。那有啥的？你看不摆摊吧，你吃啥都那啥的。你摆摊好不容易一下整卖那2个钱，你这就是挣了，你这卖出去一分是一分。我爸讲话了，给钱就卖，1块钱也卖。哎呀，喝口酒啊，今天这酒不咋下了哈。嗯，光顾吃了，这家挺鲜的。哎呀，走了。我这一大盘子都造来着，那可没少吃。来吧。他剩5个，我剩4个。嗯，这可包不了这个。啊，包不了。个不气子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拉倒吧。你看我爸那样式。你能吃了？我能不能吃了跟你有啥关系？你吃咋的？你不够了的。哎呀妈！不够匀2个。我这酒不想喝了。不想喝，倒我点，倒我爸点。别你家一口，我就没喝。我还不喝啤酒。不喝啤酒了，今天。嗯，最后就这点干的，打发没得了。我是个准招个准的了，你那个我管不了吧？那你要让支援呢？让支援我就支援支援。你剩点剩点。啊，去你支援一个。爸，你支援一个。嗯，我那这没干完再说。哼，咱可有可能吃，是不是？我还能吃一个，就剩下吧。你也别支援了。那俩还剩下，我的妈，这不够粘锅的呢。粘啥锅呀？特别香，一点都不膻。这挺能造啊，这一大那个什么料，它就原汁原味的。羊肉这玩意就喜欢这原味的。我爸差点要蘸韭菜花呢，让我给拦下了。整个韭菜花实在没想使这点。韭菜花也行。是吗？他这一提羊肉就想起韭菜花了。他俩是配套的。配套？嗯，不是啥场合都配套。只要带羊肉俩字，就是跟韭菜花就有关系。对，再来一个。嗯，我就吃这一个。嗯，这个羊肉吧，有点筋头子。前腿肉，这肉不错。我今天放醋了，
就这个，你看这个蘸料就剩了。红醋多好吃啊！嗯，我这找着醋还找不着这味儿呢。就跟你一样的味儿。哎，没了。再给我有啥用？你来一个，我来一个吧，多了得了。嗯。你要不要了吗？我可不要。你包吧。这。那家三大盘子还真是，人家又出名了。我给你笑的。这家也是挺香的。一会儿你要出去的话，你呼吸太沙了。哎呀妈，三大盘造溜锅。嗯。啤酒不喝了是吗？嗯，不喝。来，周子。周子，干杯吧。我这来了。干杯。省点啤酒今天。喝碗汤。嗯。哎呀，挺香，就是头一回做有点不太熟练，等下回做可能就好点了。嗯、俺们这啥玩意都是头回生二回熟。明天俺们的初步打算，我老妈安排我领我们去摆摊去，卖衣裳，反正都是半袖啥，看能不能卖懂哈。在我们总监的大力领导下，感谢大家，明天见，拜拜，嗯、拜拜拜拜，感谢，明天见，拜拜。哎，这吃衣服不卖咋整？吃大花点枣吃真香，跟闲就卖嘛。嗯。